怎么了，贾老师们？还怎么了？这年的玩具怎么回事啊？贾老师们，你不是要求要做一个特别的年度玩具吗？我就做了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呀，有错吗？还有错吗？胖妞，你跟我说说这是什么年度玩具？这是72变。还72变？这样的年度玩具怎么参加比赛？回去把你家长给我请过来。请家长？没必要吧。快去！我这还是第一次给别人当家长呢，我该怎么做呀？哎，你就保持你的高贵就行了，少说话。哦，高贵是吧？这个我带来。走，有车呀！这胖妞怎么回事啊？去这么久还不来？我妈来了，胖妞，我们下来了。来呀！这你妈来的时候还坐这个小电动车？什么电动车呀？我们这车买的时候好几十万呢。胖妞，这不是在路边捡的吗？别说话。教导主任，有什么事跟我妈一说。那个，胖妞他妈，你知道胖妞这次手工做的是啥吗？哎呀，是什么不重要，我闺女啊可是很有粘土天赋的。我怎么听着你声音这么熟悉啊？我妈在变声期，她声音百搭。对，变声期？胖妞啊，这变声期都十几岁二十几岁，你妈多大呀？这个。我妈比较晚熟，38岁才变声。不对劲，有问题。可是这到底哪有问题呢？教主任，你有啥事啊？你赶紧说吧，我这还急着回去开会呢。越听越熟悉，而且我好像在哪见过呀。他好像大仙啊。教导主任。哎，大仙，你的手工作业做好了没有？没有，大仙他认识呀？不知道，他不知道。不知道，把眼睛给我摘下来。果然是你，胖妞干什么去了？还串通大仙，你们两个都给我请家长去。快点！这个胖妞。大仙误会你了吧？误会我呀？10包粘土，快给我。还要什么粘土啊？回家请家长去吧。早知道就不当你妈了。哼。